对，我们今日佛教界呢也有会员圆满的啊、哦。那刚好现在是刚好用餐，大众在用餐的时间了。对，那因为我们日中一时，所以我们吃饱了不用吃，喝咖啡可以。谢谢。对，现在这是我们的护法啊、哦，比丘、比库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啊。这是我们七众弟子，现在这些附戒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佛法真正的能够永传了、哦。那今天是应友会这个摆摊呢、哦，因为今天也圆满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发心，对，好。